这个红衣主教重新挑战，小刀大师，应该是存这个自动存档，好像。这个纸好像不用拿了。这还有个宝藏，就是那个。No good。就是那个教主后面那个房间吧。这个房间改的有点多，我觉得。这个以前和现在长得有点差的有点远。怎么说呢，还是挺成功的吧。虽然有点恶心人，但是。知道了打法也还行。就是之前跟 Ashley 分开，然后你到那流星锤的里头去拿了一个城门钥匙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应该是类似于仓库一样的地方，然后门口还有个油桶，你可以把油桶点炸，把那两个流星锤的敌人给搞了，对吧？然后你还可以让 Ashley 提前帮你开门出来。晚上好 ，Citizen。这又是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念英语？就当我没来，是。把他给。好，死了。说起来那个，哦，在这边呢。有意思，知道了，好像。晚上好，重来，把台灯放下。对呀，我找不到那台灯在哪儿了。S 专家挺有玩头，哇，我还没玩到呢。晚上好。能不能往左边呢？左边通吗？左边好像。之前我怎么没看完这个剧情呢？可能在远处就把他给干了。怎么还是被察觉了？
别跑，你瞧着。这枪甩的，这枪没甩到。Oh shit！这个打的也不太行吧，好像。还是没控住他。红衣主教的场景。隔着帘的狙死，狙不死。我之前试过狙了几次。他那个血特别厚，一枪狙不死的，举枪狙死我也不知道。那么，事实上，往右边走会好一点。那你，往哪儿跑你？Holy shit！ 来不及了，独挡吧。那个人好像可以不用管他，就是刚才睡觉打瞌睡那个人，要不就不要管他，直接冲过去了。你隔着帘子狙他，狙的死吗这？说起来，他头在哪儿？Interrupt. The hell is happening? Ah, Jesus, my head.
哇，shit，来不及了，这把是绝对来不及的，还不如走近一点。两枪狙头都没狙死，真厉害！研究一个稍微那个一点，节省也简单一点的打法。那个开关在哪儿？开关是不是在这边头上那个？我想知道按吊灯那个开关在哪儿。教徒太多了，热死了。怎么样？直接绕到他后面。麦琳不行了，麦琳。狙击应该是两倍还是三倍弱点？打到头威力两倍啊，三倍。你咋别跑你？嘿！Holy shit！ 哎呀，被堵在墙角，地下一楼的那个，一楼那个地形不是很熟悉。晚上好，狙击三倍弱点，可以不进门，在外面把红衣狙了，然后守门打，狙不掉。狙都升满了，又跑了，第三枪可能没打中，但是他吟唱的时候会
你第一时间干掉肯定是不行的，不第一时间干掉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让他乱跑，他一会儿出来就不知道抱几个虫了。其实左边好像可以，左边刚才失误了一下。晕头转向了，怎么办？哎，什么时候掉的绿草？哦，危险危险。把他们引过来，三个是吗？我连招。发生什么？刚才非常危险，但是卧槽，又很危险。刚才这地形不太好。主打就是个心跳，呜呼！刺激！还有一个楼上的。打那么惨呢？
张开嘴一发就喷死了。我想省点喷子子弹呢，不是？Hello。他卡住了，好像这人。死也是站着死。哥们牛逼，敬你是条汉子。这边有一个油桶，这红衣主教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黄钻石是谁掉的？它划算吗？这个黄钻石是固定掉的吗？7000块钱。还是随机的。还是钱。伤害是不是没有连狙高？那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老狙高吧？我也不知道。但如果只看不看最终升级的话，那确实是连狙最后高一点，大概是。但如果最终升级的话，老狙2倍吧，还是1.5倍？好像1.5倍，那肯定就比连狙高了。我说这个黄钻石是固定掉的吗？还是随机掉的？我之前没注意过会掉一个，有个宝物没拿。我知道，我等会儿再拿吧。这个地方地形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点没看懂。这个是吧？随机的，这样，那黄钻石掉了，应该运气还是不错的。要不这把就这样了，损血有点多。其他还行，其他消耗还行，就是血损的有点厉害。再怪速记掉，再随机掉，应该有办法预埋，就是用那个弩箭雷埋伏它，应该是可以的。上来以后，如果往这边走。啊，就可以快速的。哦，知道了。如果上来直接往这边走，就可以拉这个东西。暂时不打算，我到中盘都不换了，就这样，就这套武器打到底了。闪光，马格南，对，还有一把马格南，我还没拿出来，在包里，在箱子里。哦，这边挂上这个羊头的灯就可以了，是吧？嗯，
还是养虫打，黄宝石没有就没有了，但是受伤太多了。应该还有更优化的，对，下次估计没保。没保就没保吧。来，主角去哪儿了？别骂人。你在这里头吗？不在这里头。哎呀，为了搞这个红衣主教，不对，为了搞那个楼下那堆人，红衣主教不见了。还是应该先搞他，一按杀就会触发警报，是，不是你如果从右边走的话就不会，但是我感觉左边走近一点，右边走可以走到他身边，就直接上去喷他了，但是左边走感觉更顺一点，因为左边走过去他会往右边跑，然后就会碰到那个油桶旁边。第二段啥时候发？不知道。来，他跑了，你想跑没门儿你。跳下去了，不能让他跳下去。哎，右边潜行到拉吊灯，潜行不了吧？能潜行到吗？右边潜行的话，感觉潜行是一个更推荐的，因为他这儿有。台词 ，Is he doing this？ No， 这个，还有一句，你们当我不存在。潜行不到他那儿，能潜行到这儿倒是。啊，可以潜行到这儿。再暗杀几个？弓箭手两个都暗杀掉。能过去直接暗杀他吗？不行，他后面有人，那边也有人看到他，那边这个人看着他，然后这边这个人也看着他，不行不行。费点匕首，
人最好多一点的时候再放呗。它爆出来那个虫去哪儿了？哦，在这儿呢。不缺手枪子弹，对，调是这样的机制，确实是这样的机制。去死吧你！我投我的，我还想要投。你别跑，我知道你去哪儿了。哎，操！耶，怎么那两个爆虫的怎么没来啊？明天去旅游吗？不旅游，谁说去旅游啊？这个确实是更好的路线，但是，不能用闪光。
吊灯没放，最后是不是应该上来就放吊灯？那两人站的位置不太好，他不在吊灯下面。绿草也没有掉，这次不行了。全是钱钱，哇哦，不行，再来一次。你在干嘛？踩过去了。这边潜过去，往后面走。一开始好像就压不到他们俩，啊，可能能压到一个吧。来试一下，这次往这边走。就看远处那个人能不能不被他看见。我操！这视线交错，果然跑了。好，你往这儿走，然后往这儿走。怎么下去了？这次好像几乎零消耗了，用了一个啥？用两把刀啊，刀还是消耗了。捡了把刀，也可以吧。干，刀无所谓，确实。这次视频会更晚吗？应该会的，要分手柄了。
下那俩东西，还是想处理掉。老师突然直播是吗？没有吧？有吗？稍微比平时晚一点。啊，苍蝇腿也是肉。剩一点点时间了，还是想播一下。因为我怕拉灯被对面人看见，我就没拉灯。等会儿拉，先不拉，现在拉。被发现了。还干扰我，去死吧你！我操！操！这还行。Not bad, right? 还有个桶子。炸蒜！我操！这把有了，同志们！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没人好像。这他妈不是赚大了，快存档，快存档 ！Holy shit， 祖传的，同志们，还掉了绿草。绿草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Holy shit， 对啊，那都是一遍一遍 retry 攒下来的物资。而且我现在是绿血，哎，相对来说比较健康，是吧？接下来估计都掉钱了，1500，现在掉钱掉多起来了。哎，那个吊灯是把两个虫子都砸死了，好像是哦，有点厉害，下次知道了，直接潜行过来把吊灯开了，然后俩虫子都不用打了，这把不错。就用这把了。
这把不错，就用这把。还有东西吗？再搜刮一下。这个红衣主教的地方改的真好，我觉得比以前好，刺激，就是有一种迫不及待的要把它干掉，时间拖得越久，对你越不利，确实有这种感觉。小匕首还有一把。钱，嘿，黄钻石 ，Oh shit！ 而且还拿到了黄钻石，爽了7000块钱。这把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了，是吧？油桶甚至都没用几个，强运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retry 在这儿 retry 了半小时，新场景，印象里没有老板相似的地方，有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骂了你一句以后开始满场跑的那个红衣主教，然后随着他乱跑，一堆一堆敌人刷出来，就那个地方。但场景已经大不一样了，应该致敬的就是那个地方了。我看看，行吧，没啥事儿。这边这个，哎。这个门给开了，不是这儿，这个房间里面。这个就是那个房间吧，就是捡蝴蝶那个，以前可以捡蝴蝶来着。高墙，金蛋遇到了没？还没有。啊，村民村庄的那个金蛋我已经遇到了，但是城堡的金蛋还没有。黑尾不会换，虽然是黑尾强一点。啥呀？要跑狗花园了吗？天哪！哟，散弹，总是要买的。对的，以后再买，有钱了再说。等3周目，最后要弄奖杯的时候，再来搞这个事情。这个房间不对劲的，要拿到要用到金蛋，一个金蛋不是，这不是 A 蛋吗？看看有没有。Well, after 6 years, that is one hell of a greeting, Ada. You don't seem surprised. Interesting.怎么没有那个动作了？还没通关呀、啊？是。Not a bad move. Very smooth. So who are you working for this time? Oh, Leon. You know I don't work in town.
Leave the girl. She's lost no matter what. You walk away now,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live to meet me again. And then I might get you that greeting you were looking for. You think I'm gonna give up that easy? Right. How about we continue this discussion another time? Yeah, 心里有点开心，嘿嘿嘿嘿。Last person I thought I'd run to here. What? 这是解谜用的吧？版画币，这盔甲会复活吗？哦，已经两个小钥匙了，没拿到，不知道为啥。这能欠吗？不对，啊，是这样，一个圆圈，一个方块。王阿姨的这个声优，这次找了一个华人，不是华阿姨，有点奇怪。玻璃有物资，什么物资？哪有玻璃？有个玻璃箱，这不就这个吗？有个柜子，带 Ashley 回来开。啊，不就是刚才遇到的这个房间吗？这有个高窗，高窗要跳进去。看这有个上锁的抽屉。要做一个围棋嘞。底下是，胸甲是吗？耶，不是这个意思。不对，你这个。然后再换什么？这个是对的吗？这两怎么两把剑呢？哼，右边两个看不清啊，这个是没错的。还是要看边了。那你哦哦，好家伙，多液体！哎，好啊，这个应该是这样吗？至少是蓝的吧。就直接试试试。这是啥？两个都是胸甲。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对，应该是四样东西够有，一个胸甲，一个剑吧。那怎么可能？盾牌、头盔、胸甲、剑啊！上面的盾边画，对，我操，真假的？这个盾边就对了，有啥区别吗？我操！那我都瞎了，一个正方形，一个六边形。我拼命看看这个盾。哦，原来这样，那这个应该是六边形的，对吧？不对了。这样。你别复活啊！这是狗花园。All right, need to find Ashley. 这大老鼠也是任务吗？不是任务。果然开始掉手枪子弹了，我的手枪子弹不够了。什么东西？物资先不合，子弹掉率高。是的，我就是这样。你看，我一堆物资都没合。开这个楼，总不见得是开那个一楼那个吧？这里有一个上锁抽屉，应该就是开这个。下会怎样？为啥？哦，因为 Ashley 这个地方还要来什么？好，那就听你的吧。是不是这个场景后来 Ashley 还要来，然后用 Ashley 的钥匙开？哎呦，新型寄生虫。怎么回事？关键的时候总是按到那个紧急转身。手枪子弹没了，这次没掉。Oh, great.
操，这么快，我打哪儿都打不断他，要完美瘫痪他们。说第三遍，似曾相识。弹出完美呀、啊！要用喷子了，哎呦，我舍不得。操，掉了个雷。Oh great！ 怎么掉雷了？开始。感觉还是很亏，但掉了个雷。不要，橘子子弹更宝贵一点，用了三发橘。哎，掉喷子子弹，这样我就可以安心用喷子了。你不给我喷的子弹，我怎么用呢？来吧。这是可以出去的房间吗？哎，不对，这是可以出去的房间吗？还能解开什么东西吗？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这个符号？是商人。Welcome. 赶紧点。Ooh, what you buying?
What you see is what I've got. 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 2000，我操！刀刀修理才5000，这个就要2000啊？Lida 的挂饰可以便宜很多，我没有啊，怎么办？不换呀，换啥？这个可以卖掉了。I'll buy, thank you. 满修要7000啊，我操！那我觉得现在这点耐久才还有那么多耐久呢，才就要2700，那我还不如用完以后只要7000。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Your valuables won't do you much good in the grave. 掉了个小刀。任务还没做完，想要枪托。What's that?How have we procured these curious combat any time? Hey, hey.箱子还想整一下，不是很好看，东西有点散乱。挂饰可以挂三个，是可以挂三个，但剩下没有东西挂了，剩下都很难看。你看，要不是这种，冲锋枪合成，马格南合成，我都不合成，手枪弹我也不合成，挂了没用。28，存档覆盖量，是要把这个打掉吗？Meeting you once was enough. How convenient, as I was growing tired of the modern Dutch. Let's play this game of ours. It proves that I'm not bad. Hmm. 刚好可以把手雷用掉。绿草挂饰卖了没有？绿草挂饰是豪华版预购的，我没有。打了有人，那我不打应该去哪儿呢？Oh, you were expecting me. Right?
可以。打了有人，那难道不应该打？没路了吧？就只能往这儿走了。啊，没走错吧？操！城墙，这是新场景。怎么有叽叽嘎嘎的声音？头在哪儿？亏了。这画了阳太阳，是阳间；这个画了月亮，难道是阴间？弩手怎么不攻击呀？啊，没攻击吗？难道这个游戏问题有问题？不是往这儿走啊。晚安晚安。从二楼可以下来，从这儿上去。这样这儿就开了是吗？好像有点懂了。那这个要怎么开呢？门是阴阳门，对啊，一边开一边就关，这个我看出来。不对，这个宝藏它不在一楼，也不在二楼，在下层。阳，晚上好，你好。这是在一楼，这是我现在的这个楼。跳下去看看。然后再往下一层。
那对。怎么听到日的声音？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喷的子弹不多了，有一个吊灯是吗？哟，又有开关。这哪儿跟哪儿？迷路了，完蛋。小虫子不早点杀掉，后患无穷。这什么东西？大哥，大哥，你帮我开下门，大哥。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出去呢？哟，呼兰317又来了，你又困高了。胖友，你又困高了。这个就是我刚才打死人的那个地方。过去拉一下开关看看。你也刚打完。哪儿开了？啊，这儿开了，行。那儿开没开呢？这可以，啥意思啊？可以过去啊？我操，不走寻常路。那真硬，肯定是拉了这个，然后旁边跳下去。你信不信？肯定是这样。对，再跳下去。哎，这不还没开吗？嗯，还是说这已经是开了的？
这哪里跟那哪里是哪里？对啊，这会儿还没开吗？不对劲啊，老哥。重来，好像是太阳开的，不对，这个难道不掰？太阳关上，对，我没有理解这个谜题的，那现在就是那个开关上是太阳，就说明太阳的门都开了，是吧？啊，太阳的门开了，然后再拉一下，又变成月亮开了。哇，还有敌人，真的是。哦，这样的。拉宝藏，哦。不拉这个跳下去是宝藏，拉了这个出去就是正道。哦，也就是说那个符号是什么东西，它就是谁哪个门就是亮的，当然每个门就是开的，对吧？这很合理。从这儿可以出来，好，这边有个骨头，有人，我觉得这里有人，这个城墙这儿倒是新的场景。大哥，鹦鹉，里昂发出不屑的笑声，哼。下期视频录完了，还蛮快的。深点，深点。
这里看上去是出不去的，再往上走。哎呦，那隔壁可以下去是吧？这是啥？我打一下这回怎么样？啊，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样子好像。那有什么意义？还有惊喜啊？不要惊喜了呀！我还存了一下，这样我更慌。等一下，我的宝藏！你他妈，我的宝藏怎么过去拿？少了一把子弹，大炮台的。那边的门打开了，这样的。那我是应该回去吗？这个宝藏，我想一下。这里一路过来，好像那边。我操哪！这什么东西？Another one. You guys are really starting to feel like a giant pain in my ass. 果然可以回去了。怎么还有人呢？哪个人没死？很难。没有友商的吗？障碍不够高，先干巨人，我怕他们巨人干完自动过场景了。Another one. You guys are really starting to come
第八章。往那边跳。再给我 checkpoint 一下呗。被斧头劈一下不认同。我就知道这会耍人。怎么硬？背后还有人，真值啊！这个用的，是我这层的宝物吗？
和下一层。手太短，是个红宝石。我去，梯子在外面。是这个吗？刚才是不是说这个地方呢，很长时间才能绕过来，所以就在这儿用了，是这儿啊。第八张独角仙拿没拿？在哪儿呢？啊，第八张还有独角仙，我这就第八张啊。哎，不是这个。这个不是独角仙啊，泉水啊，这样的华丽的甲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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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偶，我打掉了，刚才打掉了人偶。剑痛，好肉，打完了是吧？这时候可以回去拿东西了，没必要，我已经拿完了。哎，那边还有人，把门打开。哦，他还有提示嘞。还有人要打吗？哪儿还有人？
可惜。就这。堡垒这段好像都抹完了，这是啥？发生啥？哦，可以回去了是吗？哦，这样。哎，掉了空宝石哎。去了。Oh shit！不过好像没必要回去了。Sorry, I've had my fill of you guys. Hey, 这可以走，还是可以回去。已经摸干净了吧？感觉像是改造升级武器的地方。这是哪儿？这个不会是传说中的狗花园？我操，还真的是狗花园啊！我最讨厌狗花园了。库伦宝藏哪儿呢？啊，这看见了，眼瞎了。捡来水去，这哪儿啊？狗还打吗？还是直接跑酷？打自己，打自己。好，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还得带 Ashley 呀，操！ Something else. Yeah, she must have been terrifying. Now, I know. You too. It's okay to be afraid, you know. But you can't run. You gotta keep moving forward. We will beat this. Together.You can. Just give me a heads up before you stab me next time, okay? 明天播吗？播，我播播。Thanks. 拜拜。好，第八章结束了。可惜我把圣水大厅给盖了，怎么办？
24%的命中率。啊，就在这个花园是吗？哦，没有盖，我留了个档在这儿。正中间就存了一次档，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堡垒门口那个商人那儿存了一次档。啊，做贼一样的直播结束了，没有结束，白天稍微张扬一点。盖这个吧，还行。盖这个，再等一会儿。不用在这儿保存，进去要再保存，一样的。这不是吗 ？Louise, where are you? Sorry, I screwed up. Come to my rescue, Prince Charming. I'll show you charming, pal. Come on, I'm in the ballroom past the courtyard. Don't be late to the dance. Campbell.耶、yeah. ！Leave that guy. He's in trouble. We can't just leave him, right? 还是跑狗花园，要老命了。刺激，明天。明天一定。想一下，之前那个迷宫花园好像是在这个地方，好像是在这个地方。这儿应该可以回去吧？好像是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个地方。狗花园只有一个藏宝。